站住！我要见月尊。还是你们水云天的人胆子大，都到这份上了，还想着给尊上投怀送抱呢。可惜呀，尊上怎么会喜欢这种资质平平的女人？是。捉弄我，找死！开门！她毕竟是月尊带回来的女人，你若杀了她，不杀她的话，她若日后跟月尊告状，你我二人都活不成。就割了你们的舌头！主上，杀了他！有我在，你们谁敢动他？他中了祟气，不要再伤他了。这刑女要紧。西兰花。我来带你回家，你没事吧？狱卒的人有没有欺负你？雪兰花，